大家好，今天花43块钱啊，买了5个羊角，其中这2个乌漆嘛黑的是新鲜的，这3个羊角是冰冻的，人家把上面都洗得干干净净，洗得白白的，然后没有羊毛啊。这2只新鲜的角上面有好多羊毛，现在我要处理一下，用火烧一下，把毛烧掉。就买到了2个新鲜的，没买到，所以再买了3个这个冰冻的。徐总，这羊角切一下。现在这个羊角啊，要焯一下水。生姜，再放一点料酒。现在要准备一些辣椒啊，小米椒，还有朝天椒。现在过好水，把它捞起来。接下来就开始炖了，用高压锅。喂，小赵，现在把那些香料倒下去，生抽，再放一点料酒下去，再放一点盐下去。接下来就开始炖了，让它慢慢炖。我给你好加个醋。这个好加。哎呀，这么哎呀呀呀呀！给我宝宝好开心。哎呀，你这么大没有？好开心。骂姑姑。哎呀不要一点点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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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就可以了哈，这个不能铺完了哈。我有钱这位钱铺完了，这只螃蟹就放起来，放在我这个鱼池里面。坐这边的呗。见鱼好吃，他们那个鱼好鲜。好家，好家，十好家，他们。现在前鱼吧。好香。现在已经做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开吃。好烫。这炖得很烂啊，现在这味道好了，辣椒放多了，下次做不能放这么多辣椒。这个炖得很软烂啊，轻轻的一咬它就下来了。
擦擦涂涂。可以吧？嗯。来，丁子，我老爸说，这个辣味够带劲。如果不辣的话，我老爸不吃的。让我放下，我就用这个红家。你要吗？我要吗？啊，金哦，金他们，我就看看吧。我老爹晚上不吃饭。吃点菜。这是我老爹做的馒头啊，南瓜馒头。那我要不要翻一下？